病患肝功能异常好困扰，医师一招神准治好病。病人60岁，女生 ，TPT 正常是40，她是200多，就开给她黄肝片，吃了3个月也不会降，验一下肝炎什么都没有，还是看不出所以然。我就跟她讲，血脂过高，觉得肝功能异常，就一查血脂高达1000多。我说放血试试看，一次250，她总共放了6次 ，TPT 就从200一路一直降到24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